So cool.是9点开没错啊，但是想到早点开那就算了，现在开。但是我前半个小时应该不会讲太比较认真的话，因为有人没有留档，有些人可能就有点不太开心。对，就是我提早开，有人真的会不开心，所以就不要。今天还有认真的能讲吗？今天吗？还好，就是我今天去展览。自从习惯迟到后，已经不会一直耍心耍到开业。妮妮晚安，今天照片好好看，谢谢。有留档啊？为什么上次没留档？为什么上次没有？没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跟我说了。有没有留对我来说不重要，反正都聊不起来，呵呵。什么意思？没关系，前面就是跟猫咪开播，这个反而是好，很适合你，谢谢。那真的太好了，嘿嘿。看一下。问为什么的？谁叫你们不加卢卡多粉？是特别为了去展览买的吗？你说这个吗？这个故事等等跟你们说。我们算是我们今天去的是那个媒体，算是媒体场，对，就是给一般观众公开前会公开，就是给媒体拍照啊什么的。有人在乱讲话，我就扒下去。谢谢妮妮，米娇晚安。媒体日对，难怪看起来人不多。谢谢来滚雷锋信，博翰晚安，妮妮好叛逆，看到好像你们一人都有一本。对啊，我们一进来就发现，这个好可爱，然后我就想说买一下。邀请媒体网红跟公众人物，没错，但展览看起来很精彩。对。蛮，就是有可以拍照的地方，但展览看起来很，刚刚讲的，嘿笑，还有拿到其他，9点再跟你们说好不好？这是来自上野的 Hello。我原本一开始开播是穿这件，但我发现我的扣子已经快不行了，所以想说那就今天已经早点开，就先一边聊天。小时候我一直觉得那个形状好像刮胡刀，你说这个吗？想说等一下可以唱一下歌，珍珠美人鱼什么的歌。刚刚花生才讲了一堆奇异卡哇，在哪边可以讲？跟公主一样。北极熊晚安，想听珍珠美人鱼，好啊。但中文版的歌我会听，只是可能不会唱，就唱一下日文。那个就是珍珠美人的麦克风，对，而且有2个哦，一个是娃娃，然后一个是录音笔。你们在日本吗？是真的日本是不是？他们不是说在上野吗？你们干嘛一起去日本？他们去日本这么好，我也好想去哦。录音笔吗？好酷！对啊，我们再度蜜月，是把这几天 TIF 一堆人粉哦，原来如此，好，我懂了，
去日本没救，超多人去日本，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了去看帝儿吗？我小时候旁边的女同学逼我学美人鱼的歌，才借我抄作业，干嘛叫你学？也真的好好哦，现在这个时间去会比较贵吗？还是还好？有些人好像是要去本家的，了解。但是昨天你们不是台风天吗？你们怎么飞？我朋友一直在日本，不过今天有一位班机被取消，飞不出去。哦，是因为台风吗？没有，不是，算是帮你探路。小时候大家都会扮珍珠美人鱼。对呀，机票很贵，本家那个衣服展好像去看啊，好想去看，没放到假，被台风吹来，应该是台风，还是有飞机有飞。我觉得 AKB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衣服很精致，我也觉得耶，台风还是有几家航空敢飞，这么厉害，还是在台北就还好，我不知道耶，是到了那边好像比较危险的样子。说机组员超时还什么就不飞，暑假的 JPC 票都不可能便宜。欸，现在已经暑假了吗？哦，对耶，八月啊，一定超贵的。浦航也有飞，了解。我只知道一家跟瑞婷嘛，他们是不是在日本？今天头发有卷哦，对呀、啊，虽然我去那边流汗了，就没，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变质了。哦，他们是在泰国吗？我一直以为是日本呢。连一家庭一起去玩，一家在日本，对吧？对对对对，感觉一家在日本，瑞婷也是吗？我不知道。他们去找柏林吧，日本是一家瑞婷柏林前几天在迪士尼，好好哦，欸，真的好羡慕，我也好想去。对啊，他们比我还会去日本。我朋友还说一家跟踪他行程都一样。我也想去迪士尼，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去迪士尼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根本没办法做比较刺激的游乐设去啊，游乐设施，哎，我失败了，可恶！观光客的行程不是在地人体验到，好久没去迪士尼，哦，设施哦 ，OK。我刚刚说什么设施啊？设施 ，OK。小月月晚安。而且那天我记得风很大，不知道为什么风很大，有些表演就直接被取消。有一次就是我们去看表演，那边的表演，然后等米奇他们，然后米奇他们出来了。一出来，他们就直接说拜拜，这样，然后就被取消。对，烟火也被取消了，是不是迪士尼每次都有？嗯，每天晚上都有烟火。风很大，那烟火就掰了，了解。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就大哭，就是看不到表演。然后我们其实也蛮无奈的。他后来小时候家里说第一就带我去什么，后来我长大自己去，隔天再去一次。烟火很常被取消，了解。原来，希望有一次可以看烟火。但我比起去迪士尼，我真的很想去看日本的那种夏日祭典，在神社办的那种庙，算是庙会吗？然后那边有卖什么炒面啊、大阪烧啊，还有什么 P
苹果糖糖葫芦。我妈隔两个月就去一次日本，怎么好？夏日祭典我去过，烟火超美。你居然没去过吗？我印象中没有哎、欸。啊，有一次，有了有了有了，我突然想到，但是那个不是庙会，那个是算是烟火大赛。已经九点了吗？还没好。那是烟火大赛，然后只是人超多，人多到有点不太舒服的那种多，嗯。花火大会，对，没错，就一直看烟火，就看了就觉得哇，原来日本的烟火这么好看，就我以前对烟火没什么兴趣，但是看那个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才是烟火，这样。赌苹果糖哦，好像不错，我等等去看看烟火，要去人少的秘密地点。就没有这种地方啊，动漫都会有那种秘密地点，人比较少的没有。实际上大家都在那个秘密地点吃饭。苹果糖是看起来像糖葫芦糖，对对，没错没错。台湾的日侨那种算吗？啊，还是啊？你说台湾的是你说烟火吗？台湾的烟火就。啊，对啊，101那个不是，那个就比较规模比较大，其他就真的就是小小的，感觉就是噗，然后就没有的那种，然后图案都是差不多。现在台湾有一个地方每天都在放烟火哦，真的、哦，每次都会塞车。在台北两年都不敢出去跨年，感觉很恐怖。班长晚安。好，我去换衣服了，我已经修好，等一下。班长，班长，等一下啊、哦、，OK， 回来了。是在台湾，烟火是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对我来说，我的印象是对烟火好像就是跨年的时候才会看的感觉，嗯。日本人觉得烟火就是夏天的东西。谢谢雷哥的梦幻烟火 ，Thank you。台湾烟火通常是跨年或是过年，或是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了解。没开灯，可恶！没事没事。谢谢烟火。所以现在是跨年吗？以前我都觉得放烟火好浪费钱，就是如果不好看就很浪费钱。台湾现在夏天也会放烟火，学日本烟火大会。现在希望，但应该没办法，因为烟火是日本的东西嘛，所以台湾如果学烟火也一定没办法做出那么精致的东西。对，日本跨年不会有人自己放吗？日本跨年不太可能会放烟火，我觉得啦。日本跨年就是去拜拜，只要是什么啊，澎湖也有哦，大岛城跟澎湖花火节，台湾还有国庆烟火哦，对对对，啊，烟火是中国哦，对不起，原来是中国的，是吗？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然后日本人自己改成那样吗？
日本跨年是装正，不是烟火声。对，台湾的烟火，我觉得很吵而已。对，确实，嗯。好，我查一下，花火由来。哎，不是中国哎，是意大利。我看一下，哎，是吗？我看一下，啊，最一开始是，对，确实是中国，但是那个不是花火，是只是看烟，所以跟烟火不太一样。然后，那种观赏的烟火是大概是14世纪后意大利开始，对，中国是火药，火药应该是中国，对，火药是中国，但是烟。我们说的那种看的烟火不是，好像真的是意大利线。但是后来每个国家都有那种自己的，嗯，那个叫什么？但我不确定意大利的烟火是跟日本的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耶。嗯，汉娜比，我看一下别的国家。日本跟海外的烟火哪边不一样呢？知道一下别的文化吧，这样。然后日本的烟火跟海外的烟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大，然后是球形，然后不是一个圆，是很像花的重心，会有两层三层的圆，然后星星的颜色中间会变。哦，对吼，对耶，日本人好像胖之后就是爆开之后，不是爆开。爆发之后，对，有些的颜色会不一样。台湾的好像有些地方，有些烟火好像也会变。哎，是吗？我不知道哎。台湾，嗯，台湾的颜色会变吗？如果火药只有用一种的话，好像就是没有颜色的变化的样子。然后烟火的飞的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海外的。嚯嚯嚯！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海外是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我相信澳洲那边跟台湾的烟火应该是不太一样，但日本的烟火是都会做一颗很大但变化很多的神奇烟火。对对对，没错，那个真的很好看，燃烧速度跟排列都很重要。对呀，有烟火的比赛，现在各国的烟火都差不多会有形状跟会变颜色，都可以让烟火变成特别形状跟文字。强哥晚安。你穿得很有气质，对吧？现在流行无人机排形状，它现在另一个流派是用无人机拼成图案，那个也很厉害。哦，我知道，我知道。欸，可是听说那个超贵。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们就是花了很多钱用的那个，就是超酷的。烟火是最一开始出现在14世纪。中国经典用无人机，那个我在台湾有看过。我家14世纪吗？可是我刚刚查的是写什么？我看一下，
我看过一次，结果有一台无人机没反应，排出的图案缺洞。中国还有用破千台无人机拼一条龙在天上飞，好酷哦！之前还有无人机飞不起来，好烂呢、欸！怎么会这样？红虎的话跟 LINE 合作会有熊大兔兔之类的，眼睛突然觉得很干。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怎么了，蹦酱？应该是灯开太长了。建筑晚安，9点了，大家晚安。直播，我的直播应该是这个时间才开始，但是我完全搞错时间了。因为台是有点干。我看一下有没有点药的点药水。怎么这么干呢？今天很准时，对吧？没有眼药水，身体食盐水也可以。哦，第七名，谢谢。应该是烟火的关系，是因为我刚刚讲烟火的话题，所以送我烟火的礼物嘛？那我是不是该讲火箭的话题？是不是就有人送我火箭？好了，开玩笑的。等一下、哦，我要贴双眼皮贴，我刚刚的那个掉了，哎呦，好，可以了，火箭的起源，火箭的话，火箭的话不是美国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火箭是哪个国家做的？火箭是我说的火箭，不是飞机哦，也不是那种谢谢米酒送我薰衣草。讨论火箭不如讨论核弹。最近奥本海默真，那是什么？上太空的那种吗？对呀、啊。不上太空的火箭是火箭吗？没关系，我没理解。等一下，真的好干哦，不知道为什么。核弹之父，红包怎么变成小小的？不上太空是对啊，那叫飞腾吧。我先去买了，路口晚安。才2分钟哎，拜拜。真喜欢他的电影。不上太空的火箭叫飞弹，对吧？火箭以前不是上太空用，那就不叫火箭了。等我一下，真的好干，不行。
可以了。哎呦，今天一直都来来去去。卢卡想看芭比吗？听说评价不错。对，有点想看。那冲天炮也算是火箭的一种哦？是吗？我来了五分钟，没有，今天原本是九点开播啊。也有人想坐出火箭做交通工具，东京到纽约只要几小时。卢卡换发型跟发色，发型我没换，但是发色有换。发色我有补染，对，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吗？不觉得上次我不是穿黑色，感觉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头发比较像咖啡色。英雄。火箭叫做反作用力高速推进转之，飞弹其实也可以叫火箭。好，那我查一下。可是我对我来说的 Roketto 火箭队的火箭就是会去太空的。Roketto 宇宙 Roketto 飛ぶ次第今はそうよね。だからいいんです機関車が。シューシュポポシューシュポポ僕らのロコモーション、頑張れ機関車。浪漫火箭变成气质妹，让我保留一点对火箭的幻想。夏丁火箭 K 先生晚安。哎，算了。嘿嘿嘿，福福猫晚安。好，那我要聊今天去哪里。我今天去，早上就已经去了你们最熟悉的地方，华山文化园区。对，确定吗？对，珍珠美人鱼的展览快闪店。对对对，好，给你们看我今天最后有拿到或是什么东西。一个是这个，这是大家一起拍的拍贴机。对，就是不管去哪个展览几乎都有这种。我上次跟秦刘毅，之前跟秦刘毅一起去蜡笔小新展的时候，也是有拍。然后通常50块有两条，对，好玩吗？还不错。日本的拍贴机不是，就是台湾的，很台式的那种。其实我对华山不熟，我比较从山串穿到乌梅的路。奇卡哇也有哎，哦对啊，我知道。那卢卡对其他四个人的发疯有什么看法？没有啊。他们就唱歌啊。我也对那些歌很熟啊，现场都是播珍珠美人鱼的歌。对，而且不是一直都是同样的歌，从一直播一直播，不是，都是播什么坏蛋的歌啊什么的歌，个人 solo 曲啊合唱啊什么的都有播。台式的眼睛比较正常，什么意思？台式的眼睛。勇哥晚安，谢谢阿叶的缘分相遇。扣子很漂亮。现场播台版哦，对，全部都是台版。你当时没有想唱歌？我有唱歌啊，只是没拍到而已。你们是怎么约的？刚好是有兴趣的成员。我是阿潘约我的，好像是，我们其实是拿，算是。因为我们去媒体场嘛，所以就是主要是他找有兴趣的人。对，台湾的拍贴机眼睛哦，台湾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变大，
对，有约你耶，应该原本应该没有要约我的样子，对，就是因为那个名额有限。台湾的是原生相机，对，就是纪念而已。日本都不像本人，对呀、啊，有名啊，但是不可能三十几个人一起过去啊，对吧？你能去真是太幸运，就是不是姐姐找的，不是。对不起，吃甜点也不用钱吗？基本上要花钱是要花钱，但是，他们也有招待一些甜点，对。就是反正这就是今天去拍的，然后今天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对这个我有给你们看吗？对，这个好可爱。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想说哦，这个一定要买的就是这个，就是麦克风，想说直播的时候可以这样唱歌，很可爱。还不错，还有扎的，但是基本上那种的不一定会有招待，所以就有就 lucky， 没有也不会觉得怎样，对，有就很开心。你要换麦克风，对，然后还有一个，不在这边，等我一下，我去拿。香莲的，我的是香莲款的，drink 饮料，可以拿来唱珍珠美人鱼的歌，对呀、啊，没有这个是真的是娃娃，我还没喝，想说等等再喝。只是我带回家的时候好像把它弄破了，但是这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破洞，然后就刚刚一直滴水，但我找不到是从哪边滴，是玻璃不是塑胶的。然后这个最开心，嘿。热卡包饮料被冻机，对，有些周边是自己买，有些是送的，对，我不会说哪个是买的，但是你看一看，这个是录音，可以录音，然后也可以写笔的那种，也可以写字啦，对不起，对，可以写字，也可以录音的。我看一下，像是这样，啊啊啊，啊啊啊，这样，好像可以录30秒，这个也可以啊，这样唱歌好像也不错，只是好像都蛮可爱的，对，这是第一季的麦克风，然后这是第二季的麦克风，第二季是这边是贝壳，只有30秒一首歌都不到。什么一首歌？
30秒可以唱副歌。卢卡是什么颜色的珍珠音调？卢卡是太奶色。小鸡晚安，没办法录一首歌。为什么要录歌啊？很漂亮吗？谢谢。今天啊，没事。好，我喝喝看，这个好像就是好像是什么黑莓果口味。哎呦，听起来很好吃颜色。其实我一开始在想要喝谁的呢，但我不知道是颜色，我不知道哪一个角色是哪个口味，所以就是我就先随便点，就是好，那我要香莲的这样。对，没有菜单吗？有啊，只是那时候我没看。是哪边破掉啊？我看看，还是其实没有破，就是一直动来动去，然后就落水。好，卢卡，这是什么口味的？黑莓果口味。我刚刚不是讲了吗？还是你们刚刚没听到？我查一下其他的有什么。珍珠美人鱼，快闪咖啡厅。只是这次不是咖啡厅，是展览。但是饮料这种就是可以外带，对。美人鱼，快闪，没有座位哦，就是展览。然后就是那边就是外，可以外带饮料跟甜点这样。反正就不是咖啡厅，是展览。我看看有谁。露雅是草莓欧蕾的样子。哎，不对哦，好像不是这个。我看一下，我不小心看到以前的。所以买饮料、甜点都要带走，也可以在里面吃啊。但是基本上像那些冰淇淋会就是融掉嘛，所以就买了就肯定要赶快吃。饮料当纪念品吗？算是纪念品，算是吧。你之后那个哪个瓶子水要小心，那个密封不好会漏水。好，有送随机卡片之类的赠品吗？有些饮料会送的样子。我找一下。是这个吗？看一下。好，我先喝喝看。欸，是气泡饮料欸。可是我可能喝，我是中午下午可能一点的时候拿到嘛，然后就是一直都没喝，所以对，就是气好像已经快没了。对，我看一下菜单哪边可以看哦，我自己有标记，那个 Fun Fans 台湾应该可以看。对对对对，我看一下谁的看起来最好喝。嗯，露雅是玫瑰。波音是弹珠汽水，丽娜是奇异果，奇异果感觉不错。可可是芒果，香莲是黑莓果，星罗是柑橘，诺威尔是蓝柑橘。嗯，这里面我应该会选丽娜。嗯哼哼，晚安晚安，但还不错。然后里面还有。透明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很像野果，我不知道欸，等等喝完就知道。那真的是果汁吗？还是香料？就是气泡饮料，
角色我最喜欢丽娜。哦，真的吗？其实我今天穿的，我是有点学，我是有点小学丽娜的扮装，有果粒没有？应该是气泡饮料加莓果的香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没有果，下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只是饮料没有那个果粒，对。小学丽娜，丽娜有大姐姐的感觉，很赞哦。对啊，只是我小朋友的时候，我不懂丽娜的好，就是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嘛，那时候觉得就是播音啊，或是路遥也不错啊，就是他们比较觉得他们比较可爱，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丽娜其实也很好。搞不好那三个里面丽娜是最正常的也不是不喜欢，是不懂，该怎么讲，就是小朋友不懂，跟小会员爱一样啊，就是小朋友最好知道丽娜的好的那种感觉正常人担当。对，我发现长大之后发现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点不太正常，就是啊，海豆太难的那种。我说路亚跟波音，对啊，就是长大之后仔细看，觉得他们的聊天内容都是，聊天内容嘛，就蛮屁的。然后海斗我小时候看就觉得还好，可是长大之后看就觉得好渣哦，这个男人不行。另外两个我小学就觉得他们脑子有进水。你是不是是成熟的比其他小朋友成熟一点？博成晚安，好渣。对呀，但是我小时候确实喜欢过波音，因为长得很可爱啊，对吧？长得确实可爱。博成晚安，今天比较早点出门，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一些这种，这个是买布朗尼就会送的。咪咪姐妹跟秀秀姐妹，小孩看的卡通男主不知道为什么都很渣，跟海斗的渣是那种，因为他不是那个，他是那个叫什么 suffer 是冲浪的，对，他是玩冲浪的那种渣。啊，我想到有一次他们的讲话就是。海斗跟路亚说：“你今天穿的不错嘛。”好像这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开始海斗称赞路亚的衣服，在海边啊，对，在海边。然后海斗跟路亚说：“今天穿的不错嘛，但是我比较喜欢什么，但是我比较喜欢肉多一点的什么的。”然后路亚是：“是。”想说。这是什么聊天内容？你记这么清楚？不是，是我长大之后，卡妹给我看，想说她有一次就长大后想重看一次，就是《珍珠美人鱼》，对，然后我们是看日文版的。跟你们说一下，日文版的海斗的讲话方式比中文更还要渣。对，その服に合ってんじゃん。まあ俺はもうちょっと露出が多い方が好みだけどね。イッチーみたいな、そんな会話。对啊，我觉得小魔女哆瑞咪那种的小朋友，就算是大人看，应该会觉得蛮好。
蛮好看的，但是珍珠美人应该真的是给小朋友看。对，我今天去看很高兴，是因为就是因为那都是童年的回忆嘛，对嘛，就是有一种回到小朋友那时候的感觉。对，嘿嘿嘿，对呀，以前很想要这个的麦克风。对，回到童年嘛。然后我发现真的可能是因为一直都在悠悠 TV 重播的关系吧，就真的很多小朋友也有看过珍珠美人鱼。是说现在还有美少女战士？哦，我知道以前看的断断续续。对，但卢卡演的海斗我可以啊。真的吗？对，但我以前最讨厌的不是海斗，是米儿。台湾超多人看过《珍珠美人鱼》。对呀、啊，好像之前有说过你也有看过。对呀、啊，他比我小九岁的样子。对呀、啊，他比我小九岁，然后有看过，是真的蛮惊讶的。而且在日本，珍珠美人鱼是2003年到2004年12月，对，只有播一年多而已。所以就有看过的人可能真的只有25岁到30几岁的女生。对，但是台湾的话真的好像30几岁我就不知道，但是十几岁的还是有看过，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卡通台一直播，米儿完全不行，见一次变一次，真的。长大之后再看，越来越懂米儿，米儿真的不行，心机重到不行。既然只播一年吗？对啊，就是没有。日本的动漫基本上不会重播，台湾播了两三次，哎，是那么少吗？至少有四次吧，我不知道哎。等我一下啊，我今天的左眼皮真的不行。因为台湾，日本是一个礼拜一次播嘛，但是台湾的话每天都有播啊，平日吧，对，每天平日都播，所以日本花一年的东西，台湾可能不到几个月就播完了。所以一定播过超多次，第四台就一直播。你喜欢哆啦 A 梦吗？喜欢啊，连我妈都知道。日本更周，台湾是日更。对啊，台湾可能两个月吧，一年大约52集。对，那这也不错啦。因为我其实认真喜欢珍珠美人鱼是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对，其实那时候在日本已经播完，没有人在看。对，只是那时候台湾还在播嘛，然后，对啊，虽然日侨学校好像没什么人在看，对，因为他们看不懂日文嘛，所以他们都不会看台湾的电视台，会看的可能就是只有有一些混血的朋友而已。你的珍珠美人鱼卡片全部我没有播音，你说这个对不对？我有特别过带过去那边拍照，我觉得他们的歌很好听，所以都偷偷看。他们的歌台湾版比较好听，尤其是香莲跟露雅，其实他们的日配唱的歌就没有比日本那么好听。我看一下我缺几号，一二三四，哦，新罗也没有，二跟班我没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三2425262728293031，嗯，对，就那两张。
二跟班我也找不到，没关系啊。好多卡片哦，对啊，我有给他们看，你们以前有收集过这个吗？他们说有，但是啊，阿潘说有，但他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对，我在收集好像也是三年级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就比我小五岁以上的可能就真的没什么在收集。我找了超久了，还去珍珠美人鱼的聚会论坛，我不不用这样啦，好吗？我想一下，对，我应该有说过吧，那时候因为莱尔富，我们平常根本不会去莱尔富，因为20年前吗？应该没那么夸张，18年前，我国小九岁二十，对，18年前那时候台湾的莱尔富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也不太会去那边去买东西嘛，对，所以，但是我爸以前的公司旁边好像就有莱尔富，然后他每次都在那边买烟，对，然后这个卡片就是。好像是花了几天啊，不是，好像了啊，不是这样，好像花了几百块以上就可以拿到一张这样，对。然后通常就是100一张吗？我也有点忘记。然后通常店员看到对方是就是男生，我记上，他们根本不会送这种卡。对不对？所以我爸那时候特别跟店员说，他要这个卡片，还跟我说：“你知道多丢脸吗？”这样，一个买烟的大叔跟店员说：“我要珍珠美人鱼的卡片。”那我们小时候就很期待，我爸以前。我爸以前就是每天回家，我们就要问，爸爸今天有没有卡片？他说没有，我们就不开心，可恶。店员心里还想，原来这个大叔有看这部，不知道哎。我相信店员应该猜得到吧？对啊，正常应该会想到，应该是给自己的女儿这样。大叔也有少女心，确实有些大叔会真的会收集女生的卡片，对，对呀、啊，我们就是以前玩时尚魔女 Love and Berry 的时候，在日本真的有一些大叔会玩，然后很多那时候小朋友都不懂，想说这不是给小女朋友，这不是给小小的女生朋友玩的游戏吗？怎么会有大叔这样？但现在我们都长大，就可以理解，店员根本不会想这么多，只会希望你买完快走。买烟真的几点货换东西？哦，对啊，就因为烟很贵嘛。可是那时候的烟好像没有比现在那么贵。那个不是机台吗？大叔那晚真的很，对啊，而且还要排队。大叔的小女朋友，可是，Love and Berry 还好，跟比较最近比较那个偶像学院的话，真的很多大叔在玩，比 Love and Berry 更多。那时候烟还没破百哦，是这样哦，所以现在的小女生喜欢玩什么？我只是问问，现在的小女生喜欢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肯定要问小雨。现在大叔没在怕了，这个可以理解，长大后就可以理解。对，大叔们也会想玩这种可爱的东西。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下，一定是帮女儿收集带玩了。
嗯，我也不知道。对，然后今天的战利品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本来就有，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个，嗯，啊，还有马卡龙，但是我已经吃掉了，一定是嗯。今天如果小学听到小女生说马卡巴卡，给大家参考。什么是马卡巴卡？最近很流行吗？芥末好吃吗？还不错，是蛮可爱的。花园宝宝，花园宝宝，你没看过那影片吗？没有哎、欸。可恶，我忘记。我忘记买家乐福的东西了。昨天我突然想到，因为家乐福礼拜四是免运，不是免运，那个叫什么？免运的金额会比较小一点。对对对，可恶，下礼拜再应该是，因为我买水都是一定要是礼拜四。对，免运低消，对，好像是200多就可以了，只是其他礼拜一定要超过1000多，也不是1000多，700-800嘛，有点忘记了。你没水了吗？快没了。你在家会煮水吗？煮水是什么意思？哦，应该会吧。自己去拿水真的太辛苦，你每周都买，差不多两个礼拜一次。没事，甜甜圈外送，卢卡终身免运，还缺什么？还缺什么？最近我想一下，就是用水壶把水烧开。你可以用 Uber Eats 买水，感觉会更贵。烧开水，还缺大家。我家都是煮水这样喝，煮水，煮水的原因是什么？有点像是饮水机那种，我家都是煮过滤水喝啊，我家都是煮过滤水喝，杀菌。哦，这种水就不用杀菌了，就可以直接喝。我以为你们是问我。我会不会温水，就是比较温的，我会不会喝温水的意思？把水龙头的水煮沸，水要煮过才可以杀菌。对啊，那可以直接喝，就是水原本是生的，煮了就可以喝，自来水才要煮。煮了就真的可以喝吗？瓶装水当然能直接喝。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台湾的那个自来水的，台湾的自来水要过滤过比较好，可以啊，但是要放凉。我们是水龙头有过滤，然后再煮过。台湾自来水管线换过了，哦，真的、哦？什么时候换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买饮水机那种水，其实也没有很脏，但有，啊，这个怎么念？咽气吗？我不知道，但还是不能生喝。小一晚安，还是煮一下比较好，毕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水质就不好，氯气。相连，游泳池的那个味道，游泳池的味道好可，对对对，有点可以理解。哦，谢谢 M 先生送我告白气球，日本的可以，对，日本的可以，可是我妈不太喜欢喝自来水。日本我们家的水是地下水的样子，
有点忘记。我都先把水煮过放冰箱，下次泡泡面再拿出来就可以用。哦，所以你们喝水都这么麻烦。日本的我也习惯煮一下再来喝，我不知道日本的厕所水龙头不能直接喝。日本可以是可以，但我后来还是会煮过的。但东京的自来水有够难喝，之前去日本喝厕所水龙头味道超怪，我是用饮水机。好，还好耶，就晚上煮一煮，隔天就能喝了，真的哦。嗯，一下了解，反正饭店都有快煮锅、快煮壶。后来我去日本都买水了。拿来泡泡面真好，饭店都有准备瓶装水。对，快煮壶我觉得好脏，我原本从来没有觉得过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很脏，但是我看新闻就有人听说有人在那边什么放自己的袜子。洗自己的袜子的样子，就觉得很可怕。他想说哪个白痴的观光客这样做，我听到这個，我看到这个就觉得好恶心。对啊，杀菌袜子觉得很可怕，超恶的，超有病。我持不同意见，你不会知道快煮壶被前个客人用过什么，宁可买矿泉水。所以我完全不敢用饭店的快煮壶。了解。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今天怎么那么好看？今天是多元露娜。我之前做过房屋清洁，其实都没在洗的，直接放着给下一位。真的哦 ，Oh my god！ 那好像真的很可怕，就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可能先煮一下水再用吧。对，对，都没洗，房客要自己洗，了解。对，大家用之前一定要洗一洗哦。以前打工遇过最夸张的是，不知道谁尿急，有病哎！饭店好像都有附瓶装水，第一次煮的会倒掉。都要自己清过，可是他煮过袜子的话，你还敢用吗？两次的话可以用，至少要洗一次，我就可能不会在意。在那边尿尿应该没什么人吧？我相信。我不知道尿尿跟。袜子哪个比较脏啊？搞不好是袜子哦，我觉得。哎呀，虽然都很脏，在饭店打工过就知道了，超多，好恶心，有这么挤，有旁边不叫厕所？对呀，袜子比较脏，都很脏，袜子，我也觉得是袜子。对，尿尿其实可以喝，你们知道吼？对，尿至少是无菌的，对啊。尿尿的话，就是至少可以有，就是洗一洗，至少要洗一洗，然后一次可能就是用一用，然后再倒掉用一用就可以。可是袜子就有点，确实有点恶心。但我不想喝，可以喝没错，尤其是光自从过哦那种就不行。知道是知道，没喝过。平时不用喝啦，就是在沙漠啊那种，是真的没有可以喝，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喝的情况下才可以喝。对，袜子还有，做过房屋就知道房间有哪些，随便打扫。荒野求生的时候缺水，那房间哪边是认真打扫，哪边是随便打扫？床是认真打扫吗？是吗？
缺水的时候，对对对对对，真的没有水的时候，想说跟就是生命危险那是的那种。刚刚聊到火箭，听说太空人的装备就是回收尿液蒸水后给人喝。哦，你旁边为什么？哦，这个是相连的，珍珠美人鱼相连的黑莓果气泡饮。对，我今天去展览的时候买的。船是认真的吧？我们是认真换新的。穿太明显，一定要认真。哦，对，马桶呢？马桶还有那个浴缸呢？最认真的就是换床垫，黑莓果气泡，对，没错。还有毛巾换新的，毛巾是不是看到看起来很新就不会换？还是就算是？枕头套啊什么的看起来很新，还是要换吗？浴缸冲一下而已，马桶还要刷啊？马桶要刷，浴缸冲。浴缸看时间，但浴室地板我是都很随便。了解，马桶就刷一刷这样。好，其实马桶我不会介意，就是我们平常上的时候还是会用，还是会先擦一擦啊什么的。被瓶应该不用说吧，理论上都会换。浴缸入住记得自己还是要洗。好，浴缸我会注意一下。嗯，难得住饭店，我都会泡浴缸。我不喜欢浴缸欸。住饭店还真累。对呀，你付那么贵的钱，浴缸要用热水沐浴乳洗一下。好，哦，对，我今天还有拿到这个，可是这个是别人送的 Salomon Cosmos 的那个饮料，可以放饮料的东西，是蛮可爱的。你对我过敏，然后我的好朋友过敏药他已经没了，所以我这几天一直都这样。我还以为那是口罩，不是，这是饮料袋，只是像这种东西就没办法。还是可以啊，不行，没办法，一定要那种，一定要用那种。饮料店的那种，吐司晚安。我用完了，很快吼。那个只能装手摇，对，但我很少喝手摇。要有要生的饮料，对，但还很可讲的，其实真的蛮可爱的，所以我就带回家。嘿嘿，你还是可以带着，可能工作人员有人请饮料。好，那就是公演或是演唱会的时候带。我只知道你每次把所有放进袋子里都不太妙，沙眼的时候也可以带。上面是铁链，给你们看，布根，这算是铁的吗？应该不是铁，金属。饮料提袋，饮料终于不会爆炸。过敏药没有了，对。只是这个药只有医生会开，所以我要去的话，可能要去看耳鼻喉科。啊，过敏真的不是很好。今天小迪也感冒，对，然后他说他应该是对台风过敏，好好笑，赶快再去挂号。
我有时候都吃抗过敏药。卢卡要保重，对，我会保重。台风过敏，台风都走了，对。他真的很幽默，台风风太大，灰尘很多，很容易过敏。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声音就有点低。那他最近会很痛苦哎，对呀、啊。嗯，我也蛮痛苦的，搞不好我也是台中过敏，不是台中，对不起，台风过敏人都飞起来，是很幽默还是很疯？不是又要有台风吗？哦，真假的？又要有台风吗？居然对台中没有没有没有，讲错了啦，讲错了，我喜欢台中，然后在南北，台中错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台中人表示，而且台中这次台风，哎、欸，上一次台风不是，对啊，不是就是北部放假而已嘛，对啊，中部都没台风假，好好笑。上次是南部嘛，对啊。台中人正在前往卢卡的家里。脏话表示不是我们都没台风假。卢卡是不是上次去台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很好，都很好。上一个是南部，这个是北部。对呀、啊，我只知道新竹很难放台风假。中部人表示，可是很少，在台湾很少，只有北极会放假，通常台北新北放的话，桃园新竹也会一起，但我也不知道。南部放两天，北部放只一天，中部都没放。桃园表示说好一起跟台北放的啊，对啊，中部很难放假吧？除非新北台。桃园原来我是中部，不一定啦，要看台风多种类跟位置。哦，是吗？桃园是很想跟北北基一起，桃园其实一直都是跟北北基一起，基隆我不管，一定是跟新北一起，都是新北先发布的话，就知道哦，一个小时后可能桃园也会放这样，但这次没有一起，还是要看当地有没有到标准。可是我觉得新北跟桃园有差吗？新竹就有点大了。对了，要看市长的感情吧。嗯，啊，我今天原本想说唱一下《珍珠美人鱼》的歌，只是现在鼻音有点重，反正班都散了，不是看市长的选票吗？哦，是这样吗？市长感情不好就不会同步放假，了解。所以是要看新北市长跟桃园市长的感情是不是？鼻塞的丽娜，台风不用上班，结果公司宣布在家里上班就完，好玩了。要擦一下鼻涕吗？嗯，不一定会可以，但好。所以晚安，回来了回来了。突然觉得鼻子很痛，对，但我鼻子本来就不太会痛。卢卡可以增肌骂人一下，好，骂完了，好，唱歌吧，剩一个小时，哎，没有，剩40分钟。好，今天早点开呢，就早点休息。要唱什么歌呢？
答案是珍珠美人鱼啊。珍珠美人鱼或是小时候看的动漫歌。嗯，我要唱哪一个好呢？好，台版的歌，一开始唱坏蛋的歌好像不太好，我想说都拿这个。谢谢盛远的啾啾，你以外完全没有出现哎，谢谢。好吧，那先唱《爱的温度》。看一下有没有歌词哦，希望有歌词。没有，等一下哦。好，没有。猜一下，你知道这是路亚的声音。其实我有点听不习惯。哦，这个就好像三个人，好，一起唱吧。就日本的路亚的声音，就是感觉就是很少女的感觉，对，好像珍珠美人鱼的声优都不是那种很大牌的感觉，就是偏素人的那种声优比较多。好像很多日本的给儿童看的。儿童看的动漫的声优都是素人居多。对对对对对，给新人机会，对，没错没错，所以会有伴读的。日本的路亚口音有点不清，对，口齿不清，对不起，有一点口齿不清的感觉。丽娜跟波音就还好，但真也是有特色啦，对。台配就真的大家都很专业。好，那我猜一下。だって愛の温度をノンストップ伝えたい。たった一つの世界を冷たい世界にはしないで。比较可爱，你好声音。マリマリ光る未来のレンズ覗き込んだ。すべての海を一つに結ぶ母の歌の輪が見えるの。悲しむ大切な心配涙も海だって信じてる。だって一人の愛がノンストップ全てをたった一夜で変えてく。奇跡もある。谢谢。中文
但好像有点难。是哪里？疑问，中文版的歌词是不是天乐老师填的？我觉得有点像，感觉有一点像。听日文版感觉很新鲜，会有点听不习惯吧？没有，我猜而已。对，不知道要查一下。没有，就是翻译的感觉很像，还是一般人？一般台湾人翻文都会被这样吗？只写群英社哦，真的哦，那可能不是。爱的温度全部都给你 ，nonstop 传达你心，别把我唯一的世界变成冷漠无情也没有爱的灰色世界。我觉得有点像。都是用比较难的单词，还是对你们来说还好，应该不是。但台湾翻日文歌的填词风格就是这样，了解，就是风格都一样就对了。好吧，那我换一首，这首卡了，我之前蛮喜欢这首，是坏蛋的歌。我有唱过这首吗？有点忘记。等一下，这个没有歌词。等一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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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有点像早安少女组的歌。没有歌词，你刚刚还唱那么嗨。好，来吧。ハートがドキドキするような姿勢、あららやっぱり私に釘付け。口ずさんだメロメロ、君をメロメロにしたい。光に目覚めた朝、昨日交わした約束はもう忘れてしまったけど、風が歌うリズム聞きたいでしょ。地球は私を中心に回ってる。魔法の扉開けて、奇跡の箱開いて、現実を見返そう。ハートがドキドキするようなキス、あらら、やっぱり私が大好き。星のバトン振ったら君を夢中にさせたい。谢谢。日文版好难唱，他的歌。看一下还有什么歌，还有什么歌？啊，
这个好了，播音的歌。立てずに色変えてくベビーブルーの空を見つめてたら遠い記憶よみがえる。ねえ七つの海の向こうほら誰かが泣いている気がして胸がキュンと切なくなるよ私を。哦，是这样唱啊。あなたが知らせるデスティニー、星の導きを胸に抱きしめて、それはエバブ輝く大好きなあの海よ、未来を守る力。好多歌，谢谢。刚刚的是播音的 Everblue， 其实他们的 solo 曲平常不太会播，播的几乎都是就是坏蛋的歌，或是三个人一起唱的 solo， 就是真的比较少听到。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呢？路亚的歌。聞いて胸の弾けて飛び散るなんだろう触れて胸の小さく燃えてる熱い炎をこんな気持ち初めてなのよ歌い出したら止まらない踊り出したら止まらない戻れない曲がれない好き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ない青い海に泳ぐサンゴの秘密告げる恋をしないの私もっと歌い続ける好，最后忘记怎么唱了。好，原谅我吧。十八年前的，十八年前听的。我看一下。这首希望可以唱。嵐の海に打たれて負けそうな今を振り払え愛を見つめてこの胸に立ち上がる何度でも約束のために灼熱のライトを浴びて月が舞う太陽よりも熱く熱く熱く歌声はもっと高く高く高く今こそ今こそ熱い鼓動
つはたった一つ曇りのない鏡に映して疲れほどを起き上がる愛の力そして生まれる熱いパーフェクトハーモニー我找一下中文版，可是，真知，我听一下，真真真真真。好难哦！狂风暴雨的海，谁在等待？我们是坚强的小孩。啊，但没有没有比铁乐老师那么难。狂风暴雨的海，谁在等待？我们是坚强的小孩。成功或失败，信心从不曾停摆，因为拥有爱。也许人生注定经历失败，我会努力振作起来。不懂的节拍，阳光会永远存在，犹豫排除在外。比太阳还要澎湃，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用歌声把心打开，笑起来，笑起来，笑起来！想存现在，想存现在，用真心真爱鼓动。写属于你和我的 melody， 南北差异的感动，就像你特有的天真的表情，乘着大海的风，释放你执着的热情。青春已无出现的梦，就像美妙的和声正在唱。准备好，张开双手，即使青春散满着热情。这怎么念呢、啊？即使青春占满着苦涩，这个怎么念？老鼠的鼠上面有天空的空的上面，万动啊，串动。就像美妙的和声正在传动。哎、欸，我搞不好中文版比较可以唱，只是有些单字我可能不会念。然后日文版的话，单字没问题，只是有些地方可能就不知道，这边要拉长还是这边要什么的。对，因为我也是听中文版长大的。爱的默契，这是什么歌啊？谁的歌呢？啊、哦，那个啦，噔噔噔噔噔，这个好有点难。心痛不是越来越烈，不断裂开，好难，不需要感觉。平行世界的夜，被阳光吞噬了一年，不轻易改变。张开眼睛能看得见，不需要张开多一件，相信自己会在天空也许就这一点。不行，不行，这个不行。手日文吧，好好好好好好 ，OK OK OK， 这个日文版是什么歌啊？珍珠美人太多太多歌叫什么爱的什么什么，爱的温度，爱的默契，这个是什么呢？啊，是这个啦，絆，是这个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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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合音耶。見えるものだけが聞こえる声だけが全てじゃないこと気づいて信じられるもの一つ選ぶなら強くなれるねついてまた輝く無敵の絆感じてる誰かじゃなくて君じゃなきゃダメ好我知道了这首歌就算是中文还是不行，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都不熟，但我知道这首，对，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就唱中文吧。好，我们只好投降了，歌太快。哎，刚刚谁送我啾啾你？谢谢 M 先生的啾啾你，看一下哦。好吧，那就七彩的微风。最近，台湾人应该在台湾最有名的歌，在李宁应该是。七彩的微风，侧着脸轻轻吹拂，想溜走，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在黎明前夕，传来优美的旋律，记忆里最美丽、最动人的 melody， 再次高飞。尽情遨游，爱上东方蓝色天空，像鸟儿自由是我所追求，最终的梦，期待海洋七彩的梦幻乐园，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爱的坚持加上信念，生命从此会不断的蔓延。其中过渡七彩的梦幻乐园，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就算伤悲也会带着笑脸。哇，好多歌词的 melody 啊，对呀、啊，什么节奏 melody 什么的，还有满满的爱。蓝色的忧伤，蓝天的星空，啊对，唱错。星光闪耀着的月光，将黑暗的心照亮。远处传来，我已听见，嘿，遥远的南方在呼唤，该勇敢的去面对。在奇幻冒险，捧着一束编织的满满心愿，也许我也会有办法。浪漫的爱会随时在身边，星星偷偷降落在梦的天堂，一闪一闪像我脸上的泪光。未来不适合去勉强，守着梦想跟原来的模样。我哪边唱错？哦。胆怯，我念成胆法，胆怯吗？担心的担。七彩的梦幻乐园，呼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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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呼呼。期待海洋七彩的梦幻乐园，狂风暴雨也不能。
爱的梦幻乐园，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就算伤悲会带着笑脸，爱着勇气，开始的奇幻冒险，捧着一首编织的漫漫心愿，也许我也会有感觉，慢慢的爱会随时在身边，星星偷偷降落在梦的天堂，一闪一闪像我脸上的泪光，未来不适合去勉强，守着梦想用原来的模样，耶、yeah. 难怪这首歌很有名，因为很好唱。就刚刚的那个，刚刚的歌就很难。相信自己，这是什么歌啊？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啊！主题曲啊，主题曲。这个呢，爱的宝宝山，我想一下，这是哪一个？对，我知道这首歌，我知道，只是我不会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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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总感觉歌词笨笨的。好吧，唱坏蛋吧。先唱哪一首？虽然坏蛋的歌我也能唱的不多，看来你预告完就转台。你之前不是说不听 ending？ 哦，对啊，可是爱的温度我就听，还是中间好像有点忘记了。好，黑暗的巴洛克吧。好怀念烂 K 歌哦，不知道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光的世界，巴洛克，天真动人的那美妙声音，黑暗陷阱中的秘密声音，是谁让我们一直到永远不息？看妈妈的泪水像复兴，内心深处隐藏的漆黑影子，燃烧鲜红色玫瑰照亮你，喝下珍珠给我力量，来吧朋友们，让我们将愿望合而为一，在那不边际黑暗里将自己全交托给你，拖走我的心那巴洛克，一生用波浪围绕在胸怀中，曾经相信的美丽世界，在那一瞬间消失无影踪。
哎、欸！我到底要唱高还是低音？我算了。看那么的向前方的景，为最终时刻来临，几声欢呼，充满冰冷的微笑，没有光，就将珍珠被成灰烬。来吧，朋友们，如果有希望的光在前方，让我们唱出那崇高绝望的美丽赞歌。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变成动人的唱美妙声音，黑暗陷阱中的秘密声音，沉睡摇篮中一直到永远不醒，不再出现的奇幻乐园。第二首，来吧，朋友们，如果有希望的光在前方，让我们唱出那首叫绝望的美丽赞歌。可惜陆凯也不在，不然不能合音。对啊。换万千永远的世界，看到命运最脆弱的一面，掉落在无底的悲伤时刻，暗淡无色，完全心醉之间，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变成动人的很美妙声音，黑暗自己的秘密声音，朝向未来前进，紧让我们一起。看 K 歌的时候，我把歌词的注音全部都打出来，对，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唱错，对，今天就没有注音，所以有些地方唱错，不是我忘记怎么唱，是忘记单字怎么，好吧，好，珍珠美人鱼就先这样，好，换别的动漫歌好不好？比较也是童年回忆好了，表示你没学好，学会那单词哦，对对对，怀旧串烧。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台湾还有什么？骷髅魔法师哦，骷髅魔法师我只会。第一首，就是最有名的小魔女，好啊，小魔女我常常唱那个最有名的那首，所以我唱第四季的或是别的主题曲。第一季太有名了，我已经唱了超多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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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不然，嗯。我想一下，那首听不腻没关系，什么普拉吉呢？那首跟哈姆太郎一样听不腻的，对，这个好了。Hey! 邪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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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が一番自由女ドアも押し火が使えない、お邪魔お邪魔お邪魔だけどよ、夢たいも一番だから明かせといて、バ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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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でも魔女だもんね、トゥ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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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合喊口啊，比起第一期的，啊，第四期，什么会唱的一起唱。乙女の人生、あっぱ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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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ガーテンだ、逆転満点、キ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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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ベレスト、ブーツのドキドキハートが放課後待ちきれないよ、ランドセルしょたチョコパフェトロ、内緒の空へお邪魔女登場、高い上遊べよ魔法のパワー、お邪魔女変身、高い上遊んでさあそうみんなで、はちゃめちゃダン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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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踊ろう、ダン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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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踊り、こけてもよっしゃー这好像不是我知道的歌词，可能是因为不是副版。还有什么歌？小猫乐团真的什么歌都能唱，只是主题曲这么嗨，可是ending 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哆来咪的歌都是偏比较慢歌，或是比较。比较感动的歌比较多，每一首都很经典啊，抒情歌啊，对啊对啊对啊，抒情歌。你们我一直在唱那个少女漫画的歌，你们都听得懂吗？你们是不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从来没看过这种少女的东西？还是台湾的男生小朋友小时候都没什么东西可以看，所以女生的都有看吗？卡丘都没听过，还是我们是不是年纪差蛮多？完全懂啊，奇怪，怎么都听过？卡丘跟雷古哪个比较大？哦，没事，小时候没看，没卡通我都看，我都跟我姐一起看。我唯一看过的少女漫画就是《梦幻游戏》，《梦幻游戏》是什么？《梦幻游戏》。我听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梦幻游戏，那我应该是没看过梦幻游戏。梦幻游戏蛮老的啊，对，这个我不知道诶，当电视抢不赢表姐只好一起看，了解。好看一下，20岁、30岁、100%会反应，日本电视台，日本电视东京台播的103曲。哦，第一个就是这个。ハム太郎、君行こう、走るよハム太郎、大好きなのは、はい、せーの、ひまわりの種、俺の愛、走るよハム太郎。
看看发言好啦，转圈等一下，就这样。哦，对不起，因为这个是那个连续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好像是什么崩霸嘛，这个我不知道。有一个恐龙的，这个应该台湾没有播过。它是串烧那种，对。但我记得这个台湾应该有播过，这个。看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是那个啊 ,Rockman。刚刚的是对弹珠，哎，不是弹珠，哎，是弹珠超人吗？有可能，对。然后现在这个是这个 ，Rockman， 但我不知道。洛克人，现在是洛克人。这是暴走兄弟，这个我也没看过。都是男生的，对，暴走兄弟 WGP， 加你粉丝团，谢谢。刚刚有诠释吗？是不是我都没看到？啊，这个我知道，《海莲娜之路》，就是他们差不多这样跳。对，啊，这个也很经典。怎么跳？怎么跳？哈利路亚，哦，游戏王我也没看。刚刚的还，就是我刚刚不是就是乱跳的那个，那好像是男主角，有点忘记了。甲虫完整母蟹 K 哦，这个有动漫，竟然有动画版，我第一次才知道，我也没听过啊，就是都是没有在台湾播。谢谢阿瑞的加入我的粉丝团，这是什么？营养大战记，现在给你看，我没看过。以前都要特别关到长音上，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快蒸剂什么？探泽，这不知道，看来有很多。啊，不知道的我先跳过，这个我也不知道。后面好像真的，好多没听过的。很多机会台湾都没去，对啊，啊，这个就有，超强的动画，
这个我只有看过漫画，水色时代。不行，我要找我有看过的宝可梦。哦，最经典的，就是刚刚的是全无聊特别舞蹈。高一次打击了。Naruto 耶 ，Naruto 我也没看过，所以我不知道这首歌是经典歌还是火影忍者。对，我只有看过漫画。二十一声。好像都不是我看过的，超热血经典。哦，这是经哦，真的。对 ，Degrayman 也是有听过，只是没看。看一下。啊！不要再播了，我发现有170首，太多太多。啊，看了有很多很多的漫歌，只是我刚刚看的，好像几乎都是给男生看的。你听过多少？就我刚刚讲差不多了，就几乎都没听过。好啦，2个小时了，大家。辛苦了，原本今天是9点开播，结果我搞错时间了。谢谢 Plus 的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啊，舒服多了。辛苦大家。啊，谢谢大家听我的珍珠美人鱼。今天唱得很开心，原来是搞错时间，我以为是我记错。是真的搞错时间，但那个头会紧吗？多多少少会痛这边，嗯，对呀，这边会痛。好，我会赶快把这个喝掉，但我不知道里面这是什么，希望是葡萄，但感觉不是。好，看一下今天的榜哦。今天的第10名是 Kamui， 谢谢 Kamui。第9名是平克，谢谢平克。第8名是奥比王，谢谢奥比王。第7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6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5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第4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3名是社员，谢谢社员。第2名是 M 先生，谢谢。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雷君，谢谢雷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我刚刚，我妹妹。卡妹传给我一个图片，就是他结婚了啊！雨山结婚了，我们的雨山，我现在才知道。选手，他结婚了。等一下，今天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结婚？到底为什么？我今天我朋友2个人结婚，然后一人他也结婚，然后藤田妮可你们知道吗？他也结婚了。想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好日子哟！今天是几日？
是谁啊？对方是谁？我要看藤田，对，藤田跟他，对，他结婚。卢卡走心了吗？多多少少有。他是大家的雨生呢。他跟谁啊？他跟谁？好像是一般女生吗？好了，可能是一般女生，因为没有公开，所以好吧 ，OK。错，她现在是一个人的女生，你要认清这点。没错，她现在不是大家的，已经变成一个人的。OK， 她跟杰伊结婚差不多。是没错啦，但我觉得韩牛哥是世界的韩牛哥，杰伊是亚洲的杰伊，该不会跟工程师？我不知道。现在要唱什么失恋歌？好，那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我们唱失恋歌，跟大家说拜拜。失恋歌，就这首吧。失恋歌，好了，来睡觉了。卡没有崩溃吗？我不知道哎，他刚刚失恋阵线联盟，好好好，没问题。好，这首歌真的是最后一首歌了，请听《失恋阵线联盟》，失恋，金森，好，我今天没有带。麦克风就是这个了，你今天超可爱，谢谢。这是我刚失恋的邮件。啊，没事没事，喝吧，喝了就可以忘记。可以。他总是吃的像莲花好吗？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就像一样披沙。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
但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站起你画一个叉。谢谢金云的，谢谢金云的救救你。我明明没有喝酒，可是现在有酒算是怎样？没事没事，失恋大家都会体验嘛，对不对？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蜷缩成一段神话，然后像历史一样披洒。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劝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谢谢。失恋中，我觉得是认真的。卢凯演过音乐剧跟演戏果然不一样了。好，我跳，我唱完就已经忘记了。我在我的记忆里已经画个叉了，没事的。韩牛根已经叉叉了，对对对对，全忘了吧。OK，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没事没事没事，我已经被淘汰了，对对对，拜拜了韩牛根。好，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怎么可能忘得掉？可以可以可以，一定可以的，就是记忆里画个叉叉。对，找一个沉淀思念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对，让心情好好放一个假，然后那个，然后忘记歌词了。啊，对，当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OK OK， 这个歌词已经，这个歌已经告诉我我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没错，没事，我没事，我今天喝那个黑莓果气泡水一定没事的。就今天全部都忘记。对对对对对，画一个推特，没错。可以给我你的茶吗？茶。谢谢谢谢，好，辛苦大家了，谢谢陪我一起唱我的失恋歌。希望今天没有人希望今天不会再有人公布结婚了。对，以前是给我推的，现在是给我茶。哎，今天真的太多人结婚，今天快过了，对，剩七分钟，没错。哈哈哈，好了，我要结婚了，再见。哎，我真的宣布结婚，卢卡会不会崩溃？不会，我不知道，搞不好会哦，搞不好会哦，好啦，两小时不用了，今天就这样吧。还有陆克跟花生呢，他是只有两个人在那边吗？其他地下团的人呢？不瞒陆克，其实我今天去公所，直播辛苦了，他们度蜜月，辛苦了，不难过不难过，没事没事，我已经没事了，真的没事。还有一个，就算韩牛哥已经是变成别的女人的啊，这样子，
对别的女人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欣赏韩月哥嘛，对吗？对啊，嗯，韩月哥很棒，对，好，谢谢，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我已经我的记忆里已经画个叉了，没事，没事，对，好了，好了，大家晚安，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也是希望他们不要离婚啦，不能，如果那个女生让韩月根难过，我就会更生气啊，对啊，就是佛系生态，佛系心情，佛系心态，好，拜拜，晚安，不会难过了，没事没事。不会难过的啦，怕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拜拜。没事没事，拜拜。